或最幼稚的言辞。这点放屁，所有的只要在我身边的都来来来，王麒麟的快问快答，偶包通通丢一边。不删。为什么留着你的微信不删？此时此刻想对你搭档说一句话。哪时会举办签名会？等我奥运真的有多拍的时候。王太太们就鬼来，坐等麒麟返台开签名会喽。而且这次肯定会签到怀疑人生。会这么说，就是这张哭诉照片，王麒麟白眼翻到后脑勺，惹得我们麒麟不开心的原因就是签名签到手软。他还说球童很难签呢，麒麟笔画真的很多，爱搞怪的他还有。救鬼了，救鬼了。王麒麟在头上绑个红色蝴蝶结，一群人往饭店客房走过去，李阳在后头拿着蛋糕。应门的就是林洋配教练陈红林。我呢？干嘛呢？不能找你哦。等王麒麟走进去后，大伙儿预备备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。原来是陈红林的生日，王麒麟把自己打扮成礼物，紧紧抱住前搭档，嘟着嘴，显现两人感情超级好。反观热情开放的麒麟李阳，则是腼腆沉稳派。I'm Leon. We are the champion.李阳配今年初在泰国比赛拿到冠军，李阳比出一个超人 pose， 脸上表情就写着我尽力了。虽然李阳不走搞笑路线，但是在球场上，林阳配一冷一热，反而成为最佳拍档。TVBS 新闻徐国恒、舒伟泰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哦。还有，下载 TVBS 新闻手机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